好，然后我们将左脚盘坐，然后右脚往外伸，然后压住两边，慢慢的往下滑。好，胸部的外侧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换脚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到很舒服啊？记得每次运动之后，轻松的做一个放松还有拉筋的动作，会让你的线条更漂亮。